莫忘红名，第一次被删了，不发多久。OK， 可以删了，可以。不发好了没有？不发好了没有？还没，好了，好了。一分钟。哦，要2天17个小时以后才行。我刚刚退了联盟，还有3天，先算不了。要等什么？这就是。他们干嘛一直在这晃？他们有没有下地的？拖走。站到这里，这是个拉脱位啊！我先穿不了，要等3天。我刚刚退了联盟。那你跟他们说一下，不发还有多久？15秒。迷路了，走到他们队伍里面去了。